王路署好健康诊所，你好，我是护理长阿杰姐。乳房是我们女性美丽以及母性的象征，有些人她重视乳房的保健，有些人她重视从日常生活的保养，让她维持美丽的体态以及形状。所以有时候体脂肪过高，它就会影响你的荷尔蒙，它一样也会有乳癌的风险。这里面的油很多的，对。它喝酒，你进入体内其实就是脂肪，所以酒也是一个风险。因为你喝酒就会想吃东西，对，小菜吃太多。周四晚间8点，马路署好健康诊所，我们一起教你更多的乳房保健常识。